都是被凶手用右脚踢中六条肋骨致死。你连嗰个怀疑系我做噶，佢唔会杀人，佢系无辜啊！就算系当场拉到佢，我哋都冇证据 charge 佢。点解你要揾自己做嚟？我就要利用凶手对我嘅信任，咁就可以引凶手入局。突破一般侦探推理题材，从身体语言找出内心秘密，证据确凿，犯罪者难逃法网。《独身神探》，快啲去各大 TVB 剧集特许租赁影视店租嚟睇啦！